啊，我来自河北保定，现在主要从事营销策划的岗位。我是安徽人，我来北京六七年了。我是山东人，互联网行业。我来自河北，现在在做审计工作。我是来自河北保定，然后在北京做一名幼师。我来自河北邯郸，是来这边实习的。我来自江西，是从事医疗行业。我来自河北邯郸，我是名花艺师。我是来自河北承德，来北京是从事口腔市场运营的工作。工作了8-9年的时间。我来北京很多年了。我是2011年来的北京。我是3年前和我女朋友一起来的北京。2020年毕业之后来的北京。我是2013年来的北京，在北京大概10年左右。有很多的同事和朋友都在这边。大学就在北京读的嘛。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，有很多的选择和机会。喜欢北京的古建和传统文化。来北京的目的主要就是北京的话选择会更多一些。北京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吧。北京嘛，就给人的感觉就很大气啊，文化氛围很浓。北京是一个很卷但是又很容易提升幸福感的城市。我在这边交了很多朋友，然后这边购物方便，美食也多。北京的交通也很便捷，我们周末去旅旅游然后回回家什么的都特别快。北京是一个公平的城市，在这里只要你努力就会有希望。我喜欢北京，因为这里可以让我变得更有价值。北平之秋便是天堂。世界发展看中国，中国发展看北京。爱慕北京，爱慕生活。夏天里离不开的冰镇西瓜，秋天里离不开的糖炒栗子。